这是屏东垦丁的船澎石。屏东是我的故乡，垦丁我细汉时阵常常来，因为实在是真好佚佗。现在这几个所在煞变作民宿区呢。今天来到这想要住一晚，要住多一间呢？这间不错哦。我不是要把这间做广告，是因为我祖仔伊伫网络顶悬看看，讲这间好。好伫对，好伫咧，会当看到海，耍咧够巴厘岛的风味。阮规家伙啊出来佚佗，那是阮水查某囝讲好的民宿，当然就是好哟。就安尼甲决定，伫遮住一暝。过工下早起来，有迄种看海景、食早餐的环境，未歹，多谢收看。